决定留在韩国的理由，就是为了吴和尼吗？你到现在还爱着吴和尼吧？你不要太小看吴和尼了，不要太掉以轻心，要彻底斩草除根才行。那该怎么做？千美子为了促成并购案，正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。千美慈社长，你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魔女不哭》全新2小时，